不好意思，这有人了。啊，这不是不坐的吗？你看不着吗？那有人，你这干啥呀？你这沾人味儿了，你这。你去那儿坐去，去那儿。哎呦妈，吓死人了！不吃就不吃呗，弄筷子。弄啊。嗯，那儿有人。没人啊。有人你看不着吗？那有人，这你对坐那儿，地儿都不会坐，真是的。兄弟，这儿有人。哪有人啊，大哥？你看不着吗？这有人，兄弟，他占你桌了。有人啊，有人，你去那儿坐去。对不起啊，再去那儿坐去。费劲跟你说话的。哎呀，小黑呀、啊！哎，小黑呀、啊，我来给你随礼。是吗？来，随多少呀？300。哦，300呢？啊！哎呀，小黑，你这是在哪儿发大财了呀？写个礼，给我写这么多呀？你说你好容易40大寿啊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我作为咱们这邻里邻居的，是不是关系那不是老好了？不让300能行吗？都容易让人笑话，是不是？嗯、没毛病。啊，我给你写上啊，写上啊，哎，写上了。嗯，哎，小黑，哎，谢谢呢、啊，来，我这200呀、啊，嗯，哎，好嘞，哎，啊，100，好嘞，哎呀，我这不是亏了吗？啊，这他们俩人加起来才300。我一个人就上300，不行，这吃饭我一定得吃回来，要不然我这太亏了。这一个人吃饭的感觉啊，就是好啊！不行，吃回来。啊！姐呀，你这干啥呢？我在逛淘宝买衣服呀，你看看。来，你看看啊，姐，你看啥呢？那是不懂欣赏。姐，我记会儿写作业，你忙哈。高兴呢？估计啊是被老师骂了，作业没完成，肯定是。哎，去帮弟弟啊辅导作业去啊。我不去，二姐你去吧。要不你去？我才不去呢！你都不去，我去干啥去呢？想去呀、啊？这样吧，咱们还是按老规矩，手心手背，不一样的那个，去给弟弟辅导作业去。来，行，来，手心手背，哈哈，姐呀，还是你去吧。行了，还是我去吧。这俗话说得好，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。哦。哎，这辅导弟弟作业呀，就是难呐。爹，我来给你辅导作业，你横一个滚，你竖一个滚，赶紧干啥呀？啊，造反了是吧你？啊，你造反了是吧？啊，造反了是吧？啊，你造想造反呀你？啊，造反让你造反，造反。爹，你这是咋了呀？他写的作业还是写的哭了呢？这是。二姐，这打我，这一横一个滚，竖一个滚，这是你这我为啥要写滚呢？不是为啥呢？这不是上课把这个滚字写错了吗？老师告我罚写100遍滚字儿。来，你俩过来。大姐、三姐，咋的了？这是你说
我这是咱家的宝啊，你们当姐姐的是不是应该照顾着我点，他竟然打我。不是你打他干嘛呢？二姐呀，不就是写个作业吗？他可是咱家的独苗，你把他打傻了咱爸妈可咋弄呀？不是姐妹，那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解释啥呢？解释你给我滚。就是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赶紧给我看看看。太可怜了我。听我一句话吧，哎呀，牙疼，那不是病，那疼起来像是命啊！哎呀，牙疼就牙疼呗，你还给哭上了，这别人又不是没牙疼过，你哭啥呀哭？哎呀，媳妇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就我这牙疼。啊，我能给你做首诗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这牙疼还能作诗呀？来，你坐坐，我听一下试试。哎呀，那也行啊。啊，牙疼上瘾四大病，痛楚难眠盼小明啊。腮肿如寒橄榄核，铁屑症候天灵盖啊，速速服用止疼药，渐渐缓解，省至轻。再到日红红玉碎，一觉醒来见天明。哎呀，是两小一过。继续疼啊！哎呦，好诗好诗呀！那可不，痛痛的领悟呀！小黑呀，看着你这么难受，我这心里呀也难受。我那个啥，听旁边的那个邻居说，这个牙疼呀是上火呀，这上了火呢就得要下火呀。这如何泻火呢？就得拔火罐。哦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火罐去。哎，哎呀，真有那么灵吗？哎呦，这俗话说得好，这拔火罐呢，还得用咱们最传统的办法。首先呢，拿个纸啊，咱们把它点着了。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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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扶着点扶着点来。行了，我先做饭去了啊，你在这儿等会儿啊。哎呀，小黑呀，时间差不多了啊，我把这个罐给你拔下来哈。咋的了？没事，那啥，我放那快好了啊，我再给你弄去啊。嘿嘿，别笑，一脸的浅笑，那肯定有事儿，我的嘴巴肯定不成样子了。哦，是谁啊？这想想谁家你的爸爸把我整成这样啊？谁呀、啊？老姐姐呀、啊，我就想问一下你，想想你良心痛吗？把我整这样啊？这怎么见人呢？这啊！老妹儿，厕所没纸了，给送点纸。来，那，
啊、哎呀，啥呀，姐姐？哥！妈啊！妈啊！哇！呀！我太难了。